fora.蓝牙已连接。不是你懒得抱，我坐这个有点重，我没镜头没带对。本来带三脚架那个没带，车子现在车子出问题了没带。没带三脚架。对对。你们两个都没带。几天不跳那儿了？那个。不是几天不跳那儿了？为啥子？
那年会好几天不跳。为什么呢？没说啊。他说今天不跳吧，明天没通知啊。是不是希望他们到警都调警回来？一番累累哦，不知道，到时问一下佣兵吧。晚上跳跟他们合适，是吧？说现在黑的比较晚，8:40、8:50、9:00才天黑嘛。在衣服的旁边呢，这是这青羊宫还是有什么意思？大路米拉吉修南达多拉列特大马托古列日南达多拉列特大马托古列日都是教老师，
就像你就了你做生意的话都叫老总啊，李总、王总什么总，办公室里面几十个都是总。我觉得这个小姐姐还是蛮可爱的，是吧？你看，我知道她叫啥名字，不像以前张总吧，不是他。等会儿问一下他名字，然后叫他叫警卫，他本来是在建工的，他就把他叫警卫去，别人也不愿意跑那么远，住了附近的也不愿意去。现在拍都拍长视频，竖屏也拍长视频，不拍那种一分钟以内的麻烦，拍几十个一天传好久，传太多也不好，然后说了，哎，主要自己整理麻烦，然后直接拍一二十个那种。后面那个穿防衣服的也是啊，雍中两个手机在那拍，随便拍，现在也不在意。这首歌好听，这边这首歌在景外听不到。越拍越好。
今天太漂亮了，他走得好，你跳得好啊。就六点钟出来，工资不能跳，是不是最好不要跳？反正意思就是没想到巡视组晚上上没有下班的意思，就拍马屁的一些人嘛，就是真的。你看这样，现在就完全体现出来了，这种从上到下都是这种。这中国特色不只是中国特色，是我觉得是这种体制的国家都是这种。不只是中国吧，我觉得也不说你说中国的什么到处是坏话的一些啊、哦。你看，美国一样的意思是有，只是说比较少。啊，俄罗斯人也不说了吧？那一些就不说了。啊、都下面都、印度啊那些都后一样的，我觉得，只要是政府都有下面都有想拍马屁的。刚刚那首歌节奏比较快啊，有点像刘军老师那种风格，就是比较动作很快，然后跳下来全身是汗那种。首先啊、哦，对对，啊、这个是打针器那个。哎，人跑人跑，哦，在这里，人跑了。哎，刚刚说的打针器。
很好啊。什么叫树大招风？哦，你说井外生态。罗马那边也那个更夸张嘛，那边渴望更好，他为什么不找罗马呢？罗马那个路口更加那个，他为什么找景外中心呢？罗马他在做那个更明显，其实都不应该，这个晚上有什么影响吗？是吧？五金宝贝，五金宝贝。
两个不好认，没得事，他不像两个人。音质效果还可以，这个版本还可以。以前的卡子是那个都不清晰。哎，传回来了吗？哦，我的牌。走了是啊，好久不见了。好久不见，就是啊。怎么走了吗？哦，拿东西。搬家用五点四，五点四了吗？这几点走？这走了吗？他们这还要跳。九点四十七，一般都十点半走。你们走了？这么早才九点四十？哦，明天上班了。对，明天有。好，拜拜。他都走了，他们走了，在这边还要跳哎。你看，拉错还有曲座呢，曲座要晚一点的。拉错和曲座是一。把这个美女好好播一下子。哪个？是在这里拉错了，清楚拉错吗？是不是清楚拉错？对不对？我们都不对他叫啥名字？啊，是住这儿的吧？好像，哦，不是，不是，不是，另外一个住这儿的是一点，小乖小乖的。小姐嘛。现在是一九出口，哇，一阵雨，烟是飘过来了，听神仙讲的。穿黄衣服的不在了。
나가도 길에서 맨날 소품이 눈에 눌러 깜짝짝죠 깜발 소질라는 내디지 굳이 근소 못디지 굳이 근소 이 자식 이 자식 이 자식 셔도 이걸 겹쳐 자식 셔
口罩叫了一个冰块
太高了那个。
神木木。
十分钟，还有四十分钟。没吃那个，知道吧？对啊，那天他吃坏了，他那天在那个东大广场也是哈，吓人。那天来了呀，以前的前同事。他在那儿站着哈，他就好神气噻。对啊。他就抓家那个人。对。还抽烟呢。哇，哎呦！啊，早就来了，哎。他们家多少人来了？对。他们一早就来了，哪是那么早的？九点多就过来了吧？我来的这么晚，我请来的来的，老早就来了。那个啥子？那个。还有十多个人来了。戴宗那边。来了来了，戴宗还有，哎呀，想起来很多个，五六个，走了一些了。我都不晓得你在这儿，后来才那你说你的那个车子坏了，然后才说。刚刚一那个车坏了，他们也不叫了，说这咋回事？他是啥来的？会打车噻，我的那个我朋友那个车维修在那儿打车，经常一直在玩的。经常哦，经常。很近。哎呀，就是在那儿修嘛，都熟悉了，都认得了，好多年了。经常打这儿不远。没好远，打车打好久，叫打那个三环的。哎，那个房东爷，他突然认识，比如说我的车房东爷。他想要显示，我的话就我直接显示就有点低，还得需要注意停车，要检查，我就把加了，加了跑了六七公里，这又不一样了，就漏了。我在宜家，我在宜家在跑的那个加油站那边没得卖的，在维修站那个就买了一桶，加了之后跑了一两公里，他又出现了，出现了之后加了之后跑了一两三公里，跑了之后在宜家桥底下。然后又出现了问题，就不能再开了。所以说你就安拖车好一些。那害怕那房东也漏到。漏完了嘛，就是温度太高了。那啥子？不得，它就是发动机，它就是发动机温度不够高，过高。
哎，都很买到，便宜很，几十块钱，每个店都能买到，维修的都有。我家都跟地家里没给钱，加了很多。在那个，他修理厂，他在那个修理厂上班嘛，他们那肯定有的。对啊，都有。几十块钱一桶的。哎呦。有那个就是，就是像南方普通天气用的，它就是，比如说东北零下几十度，它有那个。对啊。有那个就是极寒天气用的，就分几种嘛，就是它冷的时候零下几十度，那价钱可能差不多嘛。对。这个面儿这边都在。你认得吗？听到可叫的声音不一样。他到青羊宫了，才看到那他又做个体育馆站着。我以为体育馆他们也在跳吗？体育馆应该还在跳。加班，我是说的在体育馆。对啊，晚上十点钟走，他们走太早了。西面桥那边九点十号就散了。真的啊？啊，因为那边居民区的嘛，那边是住宅区的嘛。他们是九点半的样子噻。放进来时候很早，去人太多了。到几十的把西门桥挤爆了。你看嘛，生意放小一点。听说的，生意要放小点才得行，生意大了不得行。然后这个他说的看嘛，最近两天，大家这两天休息的嘛，我明天肯定也跳不成。对啊，就说的明天。关于使用美国漫游音响，对啊，外音模式。你在那个，你说要不就打几了，然后走啊？那西面桥和抢公不是要打几？那西面桥也在五号区的嘛？对啊，他五号区的吧？我不知道他们，看到刚才按的衣服那边没上的，那几楼嘛？好几万噻？香香今天才有货。欢迎使用美国漫龙音响外音模式。他说你要下雨。明天要下好像。刚刚一家一起算了，明天下暴雨算了，后天的太阳，刚刚明天就不跳，好像天气又说的要下雨。说今天特别下。啊？天特别下雨嘛？没有下雨嘛？明天要下暴，明天29度。没有下雨。天34。不准，那个天气根本就不准。哎，我们这几天说，今天我朋友喊我去到那个人民北路那边，说喊我去那边去吃饭，我都又没去，哎。嗯，没几个天气了嘛，要降。蓝牙已就绪，蓝牙已连接。明天33，那还是没降噻，只有那天降。可能明后天，要不然的话，这儿降28，那肯定要下雨才能降。嗯。对啊，这儿继续跳，他们继续跳。
还要敲啊，七点半以后啊，没有等一会儿。穿着不一样，阿波我就觉得这个穿着感觉有点化妆有点吓人。Oh,
这里我的镜头怎么今天晚上表现不好，因为我带错镜头了，镜头光圈太小了。说的你在采访他吗？忙着上班，忙着上班。好久没见了。请问你们有抖音呢？有没有抖音玩抖音吗？有抖音粉丝多。对啊，那个没事，我们都不多，都是玩的。叫什么名字？忘了。金金娜，金金娜，对，上次见到你。叫什么？金金娜。吉吉娜。吉吉娜。哦。等一下，我这儿有抖音，加搜一下，好吧？你直接搜一下就可以，加进去。他是叫雍中。我叫雍中了。他叫雍中，他专门搞直播的。忠诚的忠。拥护我们伟大的。拥护忠诚，我们伟大中国共产党。拥护忠诚，叫雍中。对 ，OK 了吧？好，谢谢。好，跟我关注一下吧，关注一下我。你也关注一下我。这个。好的，好的。雍中对。因为我记得有印象，对，给你。对，雍中。哦，是，我要发信息。这。等一下。雍中，中。就这个数据。对对，就这个。这个数据吧。这个数据。哦。哎，对对，不好意思。收集。好的好的，我回过来。关注了啊，好，对，他，拜拜。宝宝，宝宝，你们全都是姐姐。你们可以加他玩，反正都是过去玩的。结束了。小丸子，你要去高升桥啊？你还要去升体育班吗？加班了？你要去啊？你开车的啊？我就把你带过去。好吧，好，走吧。这个把体育好。